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来看进入启示录第三集，来看第二章。写启示录的这个老约翰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老约翰，第一章我们期待他写末世，他却把焦点放在宝座、三一神、同子同荣同尊，二十四个长老四活物的敬拜。 第一章完，他老约翰被感动，写信给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绝对不是七个时期，它存在在土耳其小亚细亚。七个教会从顺时针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原来是寻回书信，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第一个教会就是熟悉的以弗所。 保罗在以弗所三年，保罗也在这边写哥林多书信，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用的就是这以弗所的大教堂。以弗所呢有非常精彩，在第二世纪的图书馆，可是图书馆旁边呢是一个妓女院。实际上，以弗所的呃，现在留下来的考古资料就发觉呢。 那里面的墙壁充满了淫乱、悔亵不堪的图案，难怪保罗在以弗所呢，就提醒信徒留心呢，如何淫词妄语、嬉戏的嬉笑的话都不可能说，这些污秽的话都要离开你的口，就是因为以弗所呢，容易会失去起初的爱心。四面呢，有非常精彩的市集。 非常大的一个城市，更更大的事件是呢，初代教会的四美拿的监督坡里讲，就是老约翰的学生，死在这。第二个教会四美拿，美 muter 就是殉道的意思。别加摩非常大的剧场，是最天然的，沿着山的呃整个滑坡下来变成剧院，山上就有特拉针。 的神庙，特拉珍是第二世纪的罗马皇帝，在多米先罗马皇帝之后，非常庞大。这个特拉珍呃，神庙呢，现在已经通通被挖到整个德国柏林的 Pergamon 别加摩尔邮件里面。第四个教会就是托亚推拉教会，考古的遗迹留下来的不多，但呢，你可以在地上看到瓦片。 耶稣用这个说：“你们会像瓦片被摔得粉碎，地上都有瓦片。”第五个教会就是沙迪，沙迪教会确实有它天然的理由，因为它沙迪的教会，它那个围城是三面都是悬崖，只有左边可以上去。所以约翰写沙迪教会信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过去给攻破两次，攻破的原因就是因为呢，他们呢不警醒。 所以敌人就像贼来攻破他们。沙迪教会是一个睡觉的教会，沉睡的教会。后来第四世纪留下的所说的雅底米神庙就在山下。第五个教会呢很精彩，菲拉铁菲，原文就是美国的费城这个字。约翰的大教堂现在留了留下了两根的柱子，非常庞大。菲拉铁菲。 原文的意思是兄弟相爱，爱上帝，互相相爱。第七个教会呢，就是老底家非常大，有竞技园，有派赛马场，有神庙神殿，连城墙都非常宽大。那个神庙留下来的遗迹呢，考古还在挖，非常庞大。更庞大的就是它的取水道，老底家什么都有，就是缺水，有纺织工业。 有炼金术，有医学中心，就从希拉波利跟哥罗西苏、哥罗西引水来供应他们。那些水喝进去，想把它吐出来，因为呢，很多碳酸钙、很多矿物质，来表示老底下你们留心，不要太多世界的东西，却呢很多杂质，没有上帝源头一样的供应你。 约翰写完第三章王、王第四章，马上把焦点又提到宝座，又提到宝座。启示论你要有立体的方式来读它。第一章三一神在宝座上，第四章上帝在宝座上。从一章跟四章的中间的二章跟三章呢，约翰呢是由立体的眼光，好让那七个教会得胜。 而这七个教会呢，从立体眼光来看的话，约翰写信的方式完全照了七个 C。第一个 C 就是 commission 委任，第二个 C 呢就是身份 character，耶稣的身份。第三个先称赞 commendation，第四个是责备 condemnation，第五个就纠正 correction，第六个呢就是呼召 call。口 第七个就是挑战。这七个教会不都有相同的格式，不同的是身份、呼召跟挑战，基本上很接近。那约翰这么写，是从第一章是宝座，第四、第五章是宝座来写七个 C。这七个 C 的，特别是耶稣的身份啊，非常特别。耶稣的身份呢？ 不管是从以弗所到老底家，基本上都是第一章跟第四、第五章所命定。什么意思呢？第一个 C 或第一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呢？第一节说，二章一节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这个第二章第一节是第一章耶稣的描绘，耶稣拿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如此好、哦、让以佛手教会使者说：“你们不是老大，耶稣才是老大。嗯”第二个教会，四美拉教会的耶稣的身份呢？二章八节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如此就会鼓励像波里贾殉道的时候，放心，不要怕。你呢，勿要至死忠心，虽然。” 他们要把你下到监里面，甚至把你烧了。放心，我才是掌管生命首先的幕后的。阿尔法是首先，幕后是欧米伽。有了耶稣以后呢，他是你的头跟尾，你就满足了。好让四美拿的教会不怕逼迫。第一个三个教会的 C，耶稣的身份是有两任利剑的，有两任利剑的。这个呢？ 其实也在第一章，第一章呢，第十六节，从耶稣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等于要谈审判，因为别加某教会呢有逼迫安提帕，别加某教会有让巴兰跟巴勒混在一起，甚至服从了尼哥拉一党，所以耶稣说你如果不悔改，我就向两刃的利剑要审判你。这第三个教会的 C，耶稣的身份呢是 character。 是两任利剑，第四个教会耶稣的角色也更不客气。二章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如光明铜的神之子，耶稣的身份也在第一章第十五节十六节，十第一章十四十五十六节，四个教会的使者的角色都是给第一章所命定，包括。 第三章第一节，沙迪教会第五个教会呢？耶稣的身份是那有神的七灵跟七星。七星在第一章，七灵也在第一章的第四节。其实七灵也出现在第四章的第六节跟第五节。那个七灵七星在第一章跟第四章，让沙迪教会被看透，被看透。 上帝无所不知，因此呢，他躺着睡觉，他需要警醒，需要被唤醒，因为耶稣知道你，你还在睡觉。我来的时候就像贼一样。第六个教会，菲拉铁菲会受逼迫，犹太人会关了他们，说你不能进会堂。耶稣的身份在这边给菲拉铁菲的信息说：放心，那拿那圣洁拿大卫要死的。 我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够开。放心，犹太人把你封杀，不让你进入会堂，我才是真实拿大卫钥匙的那一位。放心，我开了就没有人可关，我关了就没有人可开，就会鼓励非拉铁非被犹太人逼迫排斥离开会堂的人，可以放心靠主中心。 第七个教会老底加教会，耶稣的身份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这个出现在第一章，耶稣是诚实做见证的，他是阿门的那一位。不只是让这样，这一位耶稣是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预告。第四章，借着老底加耶稣的身份是阿门，是诚实做见证，这位上帝又是。 三一神创造万有，他第四张同座宝座，好让老底家教会看到他们的问题。你们要了解你的真貌，一诚实一看，其实你有呃炼金术，其实呢你富足。我劝你买火炼的金子四十八节，其实你很富有。 你以为你富有，可是耶稣说我是阿门，是诚信。看到你其实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的。其实你说我你有纺织工业，耶稣说我劝你买白衣，免得你的刺身羞耻呢露出来。你有医学中心，耶稣说我劝你买眼药，买眼药擦你的眼睛，好让你看见。每一个身份都在鼓励七个教会说你有灵性上的瓶颈。 因此，帮助我们读者呢，需要从立体的眼光来读启示录。简单的说，读启示录，你需要有属灵的高度，是从第一章、第四、第五章来读第二章、第三章。那个耶稣的身份，刚刚讲了七个教会的身份都不一样，更特别是呢，七个教会通通出现。我知道，我知道，第二章二节、九节、十三节、十九节，我知道你们这四个教会的问题。 你们的光景，第三章第一节八节十五节，通通有我知道你们呢，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家教会的情况。这个我知道，正好呼应第四章第六节的七眼，遍体都满了眼睛，那个死活物的遍体都满的眼睛，浮现上帝的一个无所不知的属性。 七个教会的灵性光景，我都知道你们灵性，你们灵性光景，上帝看到了，浮现出耶稣是全知的，三一神是全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原来这个耶稣，他是圣洁、真实、公义、掌权、审判的造物主，也是末世要行的审判。来看七个教会，好让你能够得胜。当然，读到这七个教会呢。 通通有得胜的信息，那得胜的信息，不要以为约翰在这边要发展得救跟得胜之间的教义，其实他是针对七个教会的属灵困境，提出教牧性的劝勉跟警告，而非教义性的发展。这七个教会呢，通通有十个问题加起来，第一个失去起初的爱心，不改言行。 信仰妥协，虚有其表，物质引诱，不够警醒，世俗化，政教挂钩，容让异端，上帝以外找依靠。所以约翰借着耶稣的身份无所不知，借着宝座的眼光提醒这七个教会：你们除了罗马逼迫以外呢？你们信仰的核心可能还包括有信仰跟异教。 砸在一起，有靠世界财富，就像老底家跟呃沙底教会的情况，所以有那个眼光，才有办法得胜。我的重点就变成在读启示录需要立体的神学眼光，你需要属灵的高度，才有办法得胜。神的儿女得胜的关键就是属灵高度。从这属灵高度，我们看这七个教会呢有。 八个属灵的原则，提供你跟我呢，再重新读这七个教会，不要把它解成是只是第一，呃，是时代七个教会来分它的一个原则，而认清楚是确实存在在第一世纪的七个教会，可是它的信息都应用在我们，你需要一个属灵的高度，才有办法成为在二十一世纪成为得胜的属神的百姓。第一个原则。 留心，离开原点之爱的人会被离心力所辖制。你离开上帝的爱，离开起初的爱，那个爱当然源头是上帝的爱。可是要留心，不要像以弗所呢，有妓女院，有淫乱的地方。你如果离开上帝的爱，离开夫妻的爱，你呢就会给离心力被甩出去。耶稣说：“你如果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 从原处挪去，你该爱神，该爱你的配偶。所以以弗所谈到的丈夫要爱妻，妻子要爱丈夫。你把这个爱甩了，就让小三进来，会被甩出去的。你的婚姻会破裂的，你的信仰会崩盘的。所以耶稣提醒以弗所的教会，不要以为呢你是龙头老大，你可是要记得呢，我才是在金灯台当中行走。 不要以为你有行为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人，也从试验自称为使徒的。可是你留心你不要把那个耶稣只有对教会最主要的命令是你们要彼此相爱。约翰福音十三章所说的，你不要把他甩了。因此产生很多问题。第一，离开原点之爱的人会被离心力所辖制；第二，为主而贫穷受苦的人，明天会是你的。 为主而贫穷受苦的人，明天会是你的。四美拿教会跟菲拉铁菲是两个没有被责备，反而被称赞的教会。他被称赞的原因，并不是他大富有，而是贫穷受苦。所以二章九节，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放心，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狱里面，你们会受十天的。” 患难也是十天而已，比起启示录里面有所说的三年半、一千两百六十天是很短的。自战自忠自清的苦楚，你要至始终心，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撒旦可以逼迫你，但放心，我才是阿尔法，我是首先，我是幕后的，我才是死过又活的。坡林讲你即使殉道，放心。 我是掌管万有的，我是首先的幕后的，撒旦哪里没办法？明天会是你的，因为幕后的吧，是将来会是你的。所以为主而贫穷受苦的，包括呢，在伊斯兰国当中炸的，在回教国家当中信耶稣的，你放心，在共产国家或是逼迫的任何处境当中的人，记得为主而贫穷受苦的人，你读士美拉教会就知道，明天。 永恒在耶稣手中也会是你的，你会有永生的盼望的。第三，拒绝以撒旦和世界为伍者，有上帝保守；拒绝以撒旦和世界为伍者，有神保守。别加摩容许巴兰跟巴勒进来掺杂，推雅、啊、推拉允许有耶喜别异端进来来掺杂。 别教魔教会有撒旦作为之处，会吃既有相的之物，会行淫乱。推亚、啊、推拉、啊、有撒旦深奥之理。耶稣说：“我可是两人的利剑。”耶稣说：“呢，我可是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童的神之子。”鼓励呢，在这两个教会当中的信徒呢，你拒绝跟撒旦为伍。如果你拒绝撒旦为伍，放心。 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在二章二十六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护的瓦器打得粉碎。你如果被上帝所约束、所保守，放心，上帝会审判那些恶者，上帝会审判撒旦。启示录十二、十三章在谈撒旦，结局是最后二十章一有黄火湖。拒绝跟撒旦为伍的话，上帝会保守你。 这是第三、第四，不肯警醒的人，生命往往是空荡荡的。沙迪教会三面平山的卫城，有恃无恐，就让头小偷向敌人上来。你地位很高，你可能在舒服的地方拿到绿卡，却忘了服侍上帝，就留心那边。 更容易被攻破，更容易被小偷来到所以沙迪教会呢就要留心，如果不警醒，耶稣说：“我必临到你们，像贼一样。”留心，你要警醒，越舒服就越需要警醒。这是第四，特别西方教会就是不警醒，开始沉沦。第五，得胜者体会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非拉铁非教会虽然犹太人封杀你，不能让进你。会堂。放心，我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够开。回教国家的信徒，放心，你信耶稣了，上帝会拖住你。客家人信耶稣会被逼迫，放心，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因此呢，你得胜以后。 耶稣说：“我还要叫他成为神殿中的柱子。只要你懂得依靠上帝，你有眼光就可以得胜。你要有第一章、第四、第五章，上帝在宝座的眼光，就不怕外面水平的逼迫。第六，看灵魂过于灵，而投资者被永恒纪念。看灵魂过于灵，我的灵是指的钱，老底加很多钱。” 有火炼的金金子，有白有衣服，有医学中心，可是不懂得传福音，沉沦。也就是说，你最好看灵魂，看呐、啊，我在门外叩门，看呐、啊，你要叫人家信耶稣，不要单单只是看灵，要看灵魂，然后投入侍奉，不要夸口你的金银财宝，不要忘记呢，你其实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你需要有高度，才会被纪念。你的金银财宝不会被纪念的。你今生所投资的，如果不是为上帝，大江会东去的。因此，他就鼓励老底家用你的财富来服侍上帝，把你的零、你的钱一千万有七个零，把你的七个零化成灵魂，鼓励更多人投资侍奉。这是第六、第七。得胜者得奖赏，虽然不同。 耳朵仍然是一个，七个教会奖赏都不一样，就如七个教会的耶稣的身份不一样，但是呢，通通有一句相同的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原来人死之前，最后的器官就是耳朵，所以死之前还可以做布道，带他去学字。你如如果你年纪老迈的父母亲，可以在旁边抓住他，对他祷告，他耳朵还听得到。 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听从。因此，这边所说听从上帝的人就有福了，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行为称义，而是因信称义，是白白的。只要你肯听，就可以得胜，就可以得救。七个原则：第一，离开原点之爱的人会被离心力所挟制；第二，为主而贫穷受苦的人，明天会是你的。 第三，拒绝以撒旦和世界为伍者，有神保守。第四，不肯警醒的人，生命往往是空荡荡的。第五，得胜者体会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第六，看灵魂过于灵而投资者，被永远记永远纪念。第七，得胜者得赏识，虽不同，耳朵仍是一个。最后第八。 沉沦世界的人回神的管道就是仰望。第三章第七个教会沉沦被世界的时候，耶稣最后在三章二十就是看呐、啊，我在门外叩门，如果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与他一同坐席。 得胜的就要视他在第四章的宝座、第五章的宝座，好让七个教会，包括老底嘉教会，开始有立体的眼光来看上帝高扬在宝座上。仰望是你沉沦世界唯的出路。趁今天说主啊，给我高度，给我仰望的眼光，来归向上帝，成为得胜者。